你怎么又来了？这天挺好，挺有意思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好的流星雨吗？怎么突然下雨了呢？小熊。 去哪儿了吗？比山什么大，打电话他也不接。应该没事儿吧？哦，他找老大去了。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呀？哎，我，他自己要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这长得好看的人，脑子都不太好使。 我们走吧。好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这样箱子会湿的。不重要，快上来。 严苛，圣诞节那天晚上，丁明都跟我说了，谢谢你送我回学校。应该的。其实那天晚上我在路上看见你和，对不起。 不该这么临时的抛下你吧。啊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不就是一个圣诞聚会吗？没什么，我知道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没关系。他们应该找着急了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 我是不会感谢你的。
不用你谢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哎，你还疼吗？啊，不痛了。那就好。 我没有很重吧？没有啊。那是老大他们吗？